做来难。好，为什么说说来容易？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怎么讲故事也是说得很容易，对不对？说来容易，做来难哦，就是只要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多操练，哦，要多操练哈。好，有没有？耶稣能帮助我，他能帮助我，他也曾经垂听我祷告声音。耶稣能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小朋友来，耶稣能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我先来唱歌。耶稣能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话小朋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耶稣就是神的孩子，他是神哦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天天常常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常常，而是每一天都帮助我们，跟我们在一起，帮助我们一起读书，帮助我们一起打球，帮助我们两个脚会走路，帮助我们两个手会写字，帮助我们头会想，帮助我们眼会看。他也常常垂听，垂听就是注意听，很用心的听。听什么？听我跟他说话。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。耶稣能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唱。唱完了以后呢，小朋友。帮助不要唱哦，帮助不要唱。耶稣能，我常天帮，他也常天垂听我祷告声音。耶稣能，我天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好，小朋友来换这边唱，换那边唱。老师比手速，你们注意看哦，我们开始做游戏了。说这个就是这一边的小朋友，我说那个就是这边的小朋友哦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。耶稣能帮助我，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很棒，我就知道小朋友学习得非常的好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很好。五年级的小朋友来，请唱一次。四年级的小朋友来，请唱一次。三年级的小朋友来，请唱一次。好，我们要请一个小朋友来帮我们的忙哦。这个东西拿给一个小朋友，然后让他怎么样，我们一边唱，然后呢一边请这个小朋友再把这个歌词放回去啊。耶稣能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要唱诗歌有一个程序，教导小朋友唱诗歌是有一个 step by step 的程序。比如说我今天要教小朋友 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。 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我已经用了30分钟教小朋友念歌词，可是他们还是念得怎么样，很生涩。所以我就跟洪长老娘说，下一次你教的时候请你继续教这首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很生涩，我今天根本不敢教他们怎么样靠近歌词，套进歌谱里面。哦，我想是主日学的孩子，跟他讲说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朗朗上口的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也有圣经告诉我。哎，可是弄到英文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套了。所以今天就一直让他们念念念念念哈，然后有 rhythm， 就是有那种节奏的点。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,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。那种节律的唱，就是让他们感觉到说，这个不是 Yes, 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， 而是 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,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。好，让他们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好玩呢。
样？教小朋友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善用所做的辅助教材来教小朋友。首先，一定老师要先唱两三次给小朋友听。唱完了以后，请小朋友，如果这首歌是带有动作的哈，耶稣帮助我，天天帮助我，他也常常垂听我祷告声音。如果有动作的话，老师唱最后几次，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跟歌词讲，让小朋友觉得哇，今天这首诗歌真有意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意思？不只是唱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动作。好，老师要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，教小朋友，如果他只有听声音，只有听声音的话，他所学习到的大概是60%左右。如果再加上了动作辅助他的话，他可以学习到怎么样？差不多70%。如果再加上了可以看的使用的辅助教材，而是可以玩的，小朋友可以玩的辅助教材，他就可以达到了70%-80%，甚至于可以达到什么90%-95%。所以要让主日学的果效产生出来的话，不只是老师，还有老师的肢体，还有辅助教材，而且这个辅助教材是可以玩的哦。来，小朋友来，谁要插第一个？来，你来插第一句。哆哩哆哩哆哆哆哩哆哆哆，赶快把它插上去！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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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哦，快点哦，快点哦，对吗？小朋友这样对吗？啊，对了，可以做游戏，这个是一种游戏，你不要让小朋友说我们在要他背什么东西，而是一种做游戏，而且这个东西怎么样？它可以容易拿，容易放，抽放，容易啊。诗歌之前。老师如果可以的话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。小朋友，以前哦，有个孩子，有个小男生哦，他很爱发脾气，他每一次的就只要人家碰到他一下就哎，为什么这样碰我，然后人家拉一拉他衣服，不可以拉我的衣服，他好爱发脾气哦，所以大家都不跟他玩，大家都爱发脾气的来了，爱发脾气的来了，太恐怖了，我们不敢碰他。他都没有朋友，于是呢，他心里很难过，他就回去哦，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都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。”妈妈就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没有人跟你做朋友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啊，他们碰我，我就骂他们；他们拉拉我衣服，我也骂他们。”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不对哦。妈妈带你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来祷告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。”不要在学校里面发脾气，也不要在家里面发脾气哦。人家拉拉你、碰碰你，说不定人家是喜欢你啊，想跟你玩啊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如果他们碰碰你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要跟我玩吗？”拉拉你就说：“啊，我们来去打球好了。”啊，求主耶稣帮助。那天晚上啊，妈妈就带小带这个小朋友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呢，第二天他去学校哦，他就一边走着，耶稣求你帮助我，今天不发脾气。耶稣求你帮助我，今天不发脾气。耶稣求你帮助我，不发脾气。哇，他一路祷告到学校，见到校门，有一个小朋友看到他，吓坏了，赶快跑，因为那个爱发脾气的来喽。结果呢，他就站在那边说：“嘿嘿嘿，不用怕我嘛。”然后又走，又看到一个人，哎呦，赶快跑，那个爱发脾气的来喽。他就说。不用害怕嘛，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哦，这个人怎么今天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咯？妈妈在那边说，这个人很奇怪呀，今天
你也不怕，你也 不痛啊，你去。他怎么？好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去。
插上去，然后呢，老师就唱几次，你自己一边唱就一边把它猜，猜到后来说，哇，原来是这么一首歌。好，小朋友，好好来。歌谱教材，这是海报型的诗歌谱教材啊。
换衣服。
好，你看哈，从刚刚到现在哈，我们使用的一些辅助教材，粉红色的 ，OK， 画红边。为什么要用粉红色的纸？粉红色纸如果深一点，就是红色，就是保险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替我们流宝血，他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免入永远的死亡。好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所有的辅助教材还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一定要是浅颜色、深紫。所有的颜色都是浅颜色，除非一个情况之下才用深颜色，那就是圣经故事的衣服。小女孩，小女孩，我的先生生病了，怎么办呢？小女孩，小女孩，我的先生生病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女主人，不要怕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可以把你先生的病医好的。圣经故事，这个是说到谁？乃曼。啊？乃曼。好，当你用圣经故事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深颜色的，可是底一定是要用浅颜色。这个都可以做，这个有折纸书的话就可以做。好，圣经故事除了这个，除了是圣经故事是用深颜色的，其他一律用浅颜色哈。这个是如何教诗歌。好，教诗歌的老师要另外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要知道这首诗歌从第一个 note， 就是第一句开始唱，一直到最后一句，这一首歌要用多少时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歌的长短，我们才能够安排教学的速度和教学的进度，以及教学到底如果这首诗歌只有30秒钟的话，好，我自然我的歌谱就会多唱几次，我的歌词就会多念几次。然后呢，我的动作就会多做几次，我的什么东西就会多做几次。如果这首诗歌呢是45秒的话，好，可能我的次数就要减少一点，哦，会有不同的状况。所以很多的老师，我每次跟他排，特别是我们出去营会的时候，我一定排30分钟。他说：“刘姐，这首诗歌才那么短，有30分钟怎么唱啊？唱30分钟不是唱得无聊了吗？”没有关系，不会无聊。就像我刚刚教你们的，有很多游戏的方法。有的时候唱到了45分钟，他们还不觉得，他们会唱得很快乐，因为怎么样，一直在换游戏，一直在唱诗歌的里面怎么样换游戏，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。好，这是关于诗歌的部分，教堂哈，还有辅助教材。对，校长还继续吗？或者是我们明天再讲进去的部分。